外婆想知道这个世界会有多大，天空的飞机最后将会飞到哪，要等多久我才回到家，那时候的她又会多了几根白发，问我要去的远方有没有明月光，还有我爱吃的棉花糖。我总说外婆呀，就让我一夜长大，就能把所有的疑问都解答，原来啊外婆呀，总会有数不清奇妙的想法，是为了再和我多说说话。外婆想知道这个世界会有多大，天空的飞机最后将会飞到哪，要等多久我才回到家，那时候的她又会多了几根白发，要去的远方有没有明月光，还有我爱吃的棉花糖。我总说外婆呀，就让我一夜长大，就能把所有的疑问都解答，原来啊外婆呀，有数不清奇妙的想法，是为了再和我多说说话。我总说外婆呀，就让我一夜长大，就能把所有的疑问都解答，原来啊外婆呀，总会有数不清奇妙的想法，是为了再和我多说说话。可是现在你在哪听？